于谦老师邀请你来家喝点，看到了郭老师和于老师的视频。什么视频啊？咱得说清楚。都什么呀？过瘾吗？偶遇到队员，手里拿着今天晚上的演出票。偶遇队员拿着今晚上演出票。去和搭档逛街，然后搭档把你要买的东西都买了单。